大家一同呢来到现场，待会呢有很多贵宾哦，哎，那阿公嘛来啊，赵静芬，来一元，张一元来一个很牛，等一下哈、哦，在台上会为大家好好的一一来介绍贵宾哦。看到台上呢，我们银发族的宝贝们呢，哦，带来今天呢活动的序幕哦，由我们的义德里带来的千岁泰国的表演，捧花香欢迎，来快乐的杯枪。 来，今天给你带领表演哦，号称千岁泰国，边坤呢年龄都在70岁以上哦，而且呢，长青学院的主任的带领之下，还有包含了总干事啦、义德里的里长啦，全方位支持他们哦。在呢，灯会也担纲精彩的表演哦，请大家盖章哦。 休息，那有跳舞的运动，你看大家拢笑嗨嗨啊！阿嬷拢画甲水当当，那阿公拢笑飘皮，搁笑烟斗的，你甲看麦，就是因为咱的后里哦，咱的后里地区地灵人杰吼，阿公很帅哦，阿公皮肤很好呢，<笑>皮肤很好呢，所以今仔日你看啦，伫咱后里地区，那好天气好心情呢，就伫咱今仔日吼要正式登场的后里文创产业嘉年华会，今仔日满满一天哦，会再开始呢，甲暗时哦，我们的晚会哦。
都在咱运动公园呢呈现给大家，真正欢喜哦。当然，一个好的所在呢，就是要有一个很棒的单位来带动，就是咱奥里窟啦。现在呢，为大家来介绍。